好，这个是咱们一个涂了半个月的样子啊，这个灰灰，咱们看看一把能不能干掉啊。非常好。感觉咋样？还行吗？感觉还是非常舒适啊。掉了肯定舒服。掉了肯定舒服，对对对对对。没疼吧？嗯，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分离的状态啊，所以说修呢它是没啥感觉的啊，兄弟们。不用担心说，哎呀，这个指甲掉了会不会特别疼啊？啊，因为它没有神经，所以说它不会疼啊。咱们那个灰甲精华液是非常好用的。